所有孤单散落在没有明天的夜晚，让所有遗憾消失。赵刚设计让韩天相信韩文是被革命党杀害的，韩天为了报仇答应了赵刚，愿意帮他做任何事情。布鲁斯为了帮韩天脱身，把自己查到乔梅花的信息透露给小队，小队根据度娘和郑华家里的线索找到了郑华的藏身处。郑华为了利用侦探小队帮他找到女儿，准备要说出赵刚和叶蔷薇的真相。就在此时，警察局局长带着人以走私的名义带走了郑华，小队又陷入困局。第十二集，被人操控的郑朱琳。你这一走，也不怕我和别人跑了？你乖乖的等我，用不了多久啊，你就能跟我过上官太太那样的好日子了。油嘴滑舌。你们那个什么梅花 Q 还不一定能成功呢。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在外边别提我们组织的名字啊。怕什么，又没人。没人也不行啊。小兔崽子，偷听我说话是吗？想活啊？不想活了是吗？说你是干什么的？说我在搞就不用不用太平。我是你爹，不用，不用，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爹。打人啦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白菜哥哥，白菜哥哥，白菜哥哥。少爷家里这么大，平时就你俩住，不害怕？说振华是吧？全部带走，走，走。
快扶我起身，我有大事要同少爷讲。放肆！这里也是你们两个人想进就进来的，出去。春夜，孩子无知，不要训斥他。是少爷。梅花 Q， 皇子，这样看来应该是保皇党，还想拥护皇子进行护庇，怪不得振华那里那么多当年宫里的宝贝。少爷，这都民国了，还有保皇党。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还能打出明朝的旗号，制造三藩之乱，每个朝代的变更都有巨大的惯性，那些曾经辉煌过的人又怎能面对如今的衰弱。看你们无父无母的可怜，才不会让你们住到现在呢！你给我松开，不然我客气了啊！你给我，赶紧给我松开！你松开！你的脏手再敢碰上一下，我揍你！对不住了，我就是一工人，不干活也没有贡献的，不要为难我了。哥，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住这？这里不好，我们去温暖的地方好不好？好。等我们收拾一点东西，马上就走。快点，我们天黑之前收工的。哥，你说爸妈现在待的地方暖和吗？他们那儿啊，一年四季都是春天，可舒服了。快去收拾衣服。哥，我想他们了。你说，假如有一天我死了，能见到他们吗？你去找他们，谁陪哥哥？哎，这衣服你要不要？要。还有去年生日妈送我的那顶帽子也帮我收了。生日？糟了！哎呀，你怎么连这都能忘？怪我怪我，等哥哥赚钱了每月一个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就要陪着哥哥，不许再说去找爸妈这种话了啊。好。前两天我收拾旧东西，我还找到了你特别喜欢那顶帽子。帽子？帽子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是你要戴那顶帽子的话，会是什么样子呀？淘气。怎么了？女人的帽子我怎么戴呀？我这么优雅。就那么戴嘛，有什么的？对，那这一切就说通了。他们想要革命党不是目的，而是为了用野蔷薇来复辟。郑华是他们组织的资金来源，后来他们对郑华起了疑心，所以绑架了雷公来要挟郑华，所以郑华才扣了他们的货物。如果他们制造出野蔷薇，受害的可是无辜百姓。进屋说。是自己吃一个这么大蛋糕啊！来，尝尝。对了，我今天发明了一个麻醉针。麻醉针，对配角一击毙命，对主角效果不明显。好吃吗？嗯。你别硬吃，你给我切点。快，快。这个到处都是。哎，你能不能切大点？Thank you.
少爷，小姐昨天一天没吃东西，你亲手给她熬的粥也没吃，特意从西湖餐厅买的饭也没吃，而且苦劳了一个晚上。不吃就让她饿着，饿急了她就会吃的。是。有灵儿下去了吧？你一夜没回家？我回家也睡不着，去警察局也不能去，我就想在学校等你们过来，第一时间讨论怎么找到灵儿。也就是说，你昨天没洗澡？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我已经尽全力在找了。韩老师，你也一夜没回啊？嗯，是，最近实验室比较忙。那也不能不顾自己身体啊。没关系。老师昨天也没写。文哥，你说咱们又没做错什么事情，那局长干嘛要派咱们去巡街呀？哼。谁知道局长这回抽的什么风啊？突然间就不愿意搭理咱们俩了，还要整治裴岩他们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想那么多干嘛呀？哎，南哥，那天和郑华一起被带回来的人，可都被秘密。你听谁说的？这还用听谁说吗？你想想，那天那么多人。这怎么能说没就没了？一定是被杀了呗。兄弟，这事儿可大可小，这话哪说哪了？咽肚里啊！哎，文哥，放心吧，我不该管的事情我是不会管的。算你小子机灵。折磨我几天，
你才回来啊。荣华，你是我一手提拔的，到今天落了个兵刃相见，那也是不得已呀。你这套哄人的招数还是留给别人吧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的手段我清楚。看在我跟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放过我女儿吧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她什么都不会说的。灵儿的事儿不用你多操心了。将军，算我求你了。听玉峰说他们俩相处得很好，你就不必多虑了。将军，你听我说啊，小女年幼无知啊，冲撞了少爷那就不好了。你还是让他远远的离开吧，去哪儿都行啊，只要离开圣城啊。我求您了，我求您了。正华，有了野香薇，你以为在圣城以外的地方就安全了？还是让他跟着我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将军，赵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赵将军，赵将军。将军，这郑华，您觉得该怎么办呀？少爷，你觉着呢？我觉得，郑华是义父这么多年的手下，又是灵儿的父亲，义父即将要灵儿许配于我，还是不杀了好。当然，他抢了义父的东西，还在背后设局想陷害我们。该杀。将军，这文物走私的大案让武英军这么一闹，现在市长都知道了，郑华要是这个时候死在我们警局，我们不太好交代啊。义父，那灵儿呢？你看着处置吧。义父放心，我会把灵儿照顾得很好。嗯，照顾？你是去照顾他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把他看管得很好。将军，这两个人年纪相仿，聊得来，也容易相处一些。少爷宅心仁厚，免不了对他有些同情罢了。郑华被抓，东西也找到了，郑初灵的命就在你手里了。谢义父。谢武小姐。蔷薇的事情您就放心的交给我吧。很好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正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才啊。谢谢英子小姐的栽培。观众朋友们好，今天来为大家解说一款比较冷门的密室逃脱类游戏《暧昧侦探》。首先，游戏呢是进入一段剧情，大家看到这个秃头怪啊，他呢把咱们的主人公关在这个屋子里。这里啊，注意一个细节，
在他开门的同时，咱们就要摁住 F 来蓄力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拖延他醒来的时间，让咱们多找线索。这时咱们慢慢靠近，摁住 F， 松开，哎，斧头怪被咱们打晕了。这会儿啊，咱们赶紧下楼，一楼有一个可以联系外面的电话，记得关门增加时间。在这里走的时候啊，按方向键的同时要按下 Shift 进入潜行状态，这样避免被巡逻的人发现。哎，我这 Shift 等一下啊，卡住了好像是。好，那咱们现在来到电话这儿，先按 Q 进行观望，还是关上门。哎，发现电话，进入一段剧情。这里啊，主人公呢会先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毕竟这么久没回家了，打个电话跟家里报声平安。但可以发现家里很乱，没有人接，应该是正在大扫除。先挂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哎，大扫除，咱们主角突然想到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好像也很久没有换过了，拿出干洗店的名片，店家呢是咱们主人公的老相好武英俊，给他打个电话吧，赶紧先把这身衣服洗洗。喂，我找龚少爷。公子，找你的。是个女的。喂，少爷。春隐啊，我去调查过了，那带刺青的男人已经走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白菜也在家里静养。干洗店好像也打不通，应该是少了点什么，没触发剧情。春野，感觉身材不错。怎么样了？他们转移了。哼，我就猜到。就知道马后炮，现在怎么办？又被他们抢了一步。啊，门口有个柜子，咱们试试把柜子拉到门口挡住。这里呢，要摁住方向键的同时摁住 F， 一直摁住不动就行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游戏对人体力学的设计非常的自然。好，柜子摆好了。哎，再打给相好看看。很着急，很着急。意识到衣服没换后，呼吸也变得有些困难。哎，打通了。喂。喂，英俊吗？灵儿，灵儿。灵儿，你在哪儿？好，这会儿咱们开始寻找线索。哎，找到一个。我旁边有一个西湖餐厅的食盒。西湖餐厅？西湖餐厅？那姓陈那么多西湖餐厅，还有没有其他线索啊？看，蓄力和锁门奖励了咱们一个线索。现在秃头怪醒了，过来的路上还有一段时间，他先会去找点头王子汇报。咱们趁此机会把周围的情报传递出去，加快干洗店找过来的时间。少爷，郑小姐偷袭了我，躲起来了。不送。哎，点头王子很生气，以为布下了天罗地网就可以安心的斗地主，天真。消息已经传递完成，进入剧情。那咱们今天的爱美侦探就解说到这里，解说视频每周五看心情更新，大家下周同一时间有缘再见。大腿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他一定给侦探社打电话了，要不报告江宁，请他指示。我在这儿呢，
不用四十分衣服。这怎么？我说话不顶用是吗？出去。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把他们一锅端了。义父绝对会夸我有长进的。灵儿道行可能会被发现，他既然关押这么久都没被发现，说明他在独栋的房子里。有小孩在唱歌，会不会是上音乐课？在学校吧。啊，我马上就去查。西湖餐厅周围挨着学校的独栋房子。等一下，错了。什么错了？不是学校，学校不可能把音乐课安排在早上跟晚上。那是哪儿？教堂。教堂会让小朋友唱圣歌。啊，教堂。本来想立你做皇后的，可是你令我太失望了。皇后？你跟赵刚你们都疯了吧？醒醒吧，现在都是民国了。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你是不是给侦察小队打电话了？没有。没有。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不行吗？你家，你家早没人了。没人，我爸怎么了？你们是不是把我爸也抓起来了？绑起来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给他松绑！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回来！你绕来绕去，绕得我头都要晕了。闭嘴！我现在心里很烦。龚少爷，你怎么亲自过来了？白菜呢？白菜受伤了，在我家静养。白菜伤了？是的，他很好，你不必担心。这一次来，我主要是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下西湖餐厅周围挨着教堂的独栋房子，请动用全部的人，马上。我马上安排。尽快吧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灵儿，这我妈确实被抓了，侦察小队也救不了你，而且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等他们过来就抓住他们。什么？你对不起灵儿，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义父说过，大丈夫当断则断。我跟他们的立场不一样，我比他们重要的多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义父一定要让我坐上万人之上的位置，但是一切跟我们作对的人都得死。哎，这样好，这样，等我成功了，我可以放了你，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，请你相信我，只要你听话。好吧，你别碰我！你疯了！你混蛋！你放开我！找到了。豆芽街58号是一个独栋房子，旁边就是西湖餐厅和教堂，平时没有人住。这是豆芽街58号。哎，走走走！哎，南哥，南哥，我们跟着他们干什么呀？不说了，不该管的事情不管了吗？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啊！人在江湖，有些事还必须得管。
走。嗨，哎，南哥，哎，吃点吧。他们还没来，我估计是怕了，不会来了。你慢慢就会明白，这饭不能不吃啊。陷入迷津，我数着伤痕，独自沉沦。当你的残忍刺痛我的心，爱已变成恨，化为灰烬，不敢靠近昔日的温存。爱已无方寸，让我燃尽。